乘客们面面相觑，因为有人在吵架。女子气扑扑拿出手机录对方，大声咆哮又辱骂。30、40到了没啦？到了，他刚，你刚才都跑了。双方从捷运忠孝新生站开始吵，这让车内的乘客好困扰。有人低头滑手机，有人盯着这一切，希望双方冷静一点。直到捷运公司保全来了，全部一起下车。对，单车，好，带着你一样。停，下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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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女子被请下车，怒火依旧压不住，她好生气，继续怒骂对方。但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事发就在板南县忠孝新生站，5号晚上9点多，这名大声咆哮的女子搭捷运时翘脚，却为不满上车的乘客撞到她，才会跟另外一群乘客你一言我一语，在车厢内吵了起来，爆发冲突。这一回捷运上大闹，不是为了抢不爱座，而是礼拜五晚上板南线车厢拥挤，乘客被撞到，双方的火气都好大，才会爆发口角。直到捷警到场时，女子才冷静下来，事后互不提告，还是提醒旅客车厢内有争执，第一时间通知站务人员。被撞到事小，或许当下多一份体谅，就能少一分争吵。东森新闻社会中心台北报道。乘客爆发冲突，中年男子抓白衣男子的头发，还抓他的头去撞车窗，对方才反击。热心民众看不下去，上前劝，中年男子与朋友继续呛呛。热心的民众一直站在旁边，生怕双方再起冲突。不过这时被打的白衣男子情绪激动，开始反击。不要动手，不要动手，不要动手，没关系，不要动手，下次。刚刚动手打人的中年男子竟然辩称没动手，这时又有两名热心男子上前关心。没事的话，叫站长来，不要动手，别忘叫站长。对对对对，叫站长。这起冲突发生在28号下午2点多，事发后捷运的保全人员上车处理，警方一度以为白衣男子情绪失控乱呛其他乘客，一直到影片被公布在网络上才还原冲突过程。警方巡线在隔天清晨带回两名打人的中年男子，才让真相大白。这两名中年男子先施暴，年轻的白衣男子被打之后反击，全都因为中年男子不满年轻人坐在博爱座上。李男他的情绪不是很稳定，所以我们有询问家属是否要先送医治疗，经询问家属同意先送往凯旋医院。但这一起冲突事发时，车厢内明明还有很多座位，这两名中年男子为何为难陌生的白衣男子？是故意找茬，还是倚老卖老，留给社会公平？不过他们施暴的恶行最后被依强制罪移送。东森新闻林成阳在高雄的采访报道。你还敢这么好的人，你还敢这么好的人。
报报警吗？就是消费，不是你的小孩子，你骂什么骂？我怎么骂了？我有什么骂？骂什么骂？我看不见骂。啊，你定了还是放过？这么过？但我也没几年啊，你当面这么做这样事情吗？丢不丢脸？那么老了，很丢脸。我做的是个不要脸的事。新闻的事才有啊，你这现实发生的丢不丢脸啊？我没有做害羞的事。你我也没有做羞愧的事情，就是羞愧，不是你的小孩子，你骂什么骂？我这么骂了，我有什么骂？骂什么骂？我看不见有骂。比你年轻的，你骂什么骂？干什么事啊？你看看这么好的年纪，你看看这么好的年纪，哎，不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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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帮我报警吧，别帮我报警，你要动手啊，帮我报警，别帮我报警，你在这里装蓄意。不爱做的话，根本就是不用设置啊，会有很多争议啊。现在年轻人是不太会让座，教养的观念问题啊，对，要加强，嗯，要有同理心。尽量都不会去坐到那个位置，因为我想要避免那些让座的纠纷。多少太情绪勒索，你就有点无限上纲。当然啦、啊，当然啦、啊，怎么可能？即使的话，应该不用，也是有不爱做，取消不爱做，对，取消支持不爱做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应该要废除。我是觉得其实可以不用设，有必要存在啊。我觉得不爱做其实是可以留下来的，是一种观念，就是说要让老弱妇孺做的，让人家知道说要礼让的这个行为一定要存在嘛。那你至少留个两个位置，尊重给一些说，比如说行动不便的、啊，或是说他刚好不舒服啊，什么都可以用得到啊。多一点位置就不会有。别人坐不到位置的问题，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都一样。不爱坐这三个字，本身就还是有一个威慑力在。平常的人，他们看到不爱坐会刻意留下来，就是让真的有需要的人可以有位置，可以让真的做到。不过还是有人要坐啊。你这是不爱坐的话，会有很多争议啊。不爱坐的话，根本就是不用设置啊。你就设置像一般的座椅一样啊。你要坐的话，就是买花钱买座位，这样就什么事情都可以。都可以免去这样子啊。年长人如果有需要，或者是如果是不舒服的人，就可能脚不舒服或者是身体不舒服的话，我觉得就都可以做不爱做。说孕妇，然后或是不舒服，身体有不舒服的，不管说外在可以有办法看到，或是可能只是单纯就是单纯肚子不舒服还是什么，就其实都可以让位这样。对，身体状况就是像肠脏人士啊，或者年迈的一个老人。是比较重要。你看得出他有受伤，或者他很老，或者他很疲倦，这些都是可以做的。现在有标定出来的老弱妇孺，或者是有需要的，看起来行动可能比较不方便。现在年轻人是不太会让座，可能是教育的问题。其实我坐就是搭大众交通工具，尽量都不会去坐到那个位置。因为我想要避免那些让座的纠纷。那倒没有，如果真的需要让座的话，看我这样子啊，我应该要让就给他让吧。我都一笑置之哎、欸，如果碰到不好的话，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个人的心态问题。我通常看到有老人或是就是孕妇的话，我是自己会主动让座，但可能有些人会询问，那就其实我自己是都会主动让座这样。就是如果因为他们询问代表他们有这个需求。啊、如果自己身体是 OK 的，就会让座给他们。就可能让座，他们有说谢谢吧？我觉得还是要说谢谢。有不爱坐，然后可能像我这种人都不太敢坐在上面，他、啊、反而造成那个有资源没有被用到，因为这样是不太好。教养的观念问题啊，对，要加强，嗯，要有同理心这样。就算没有不爱坐，我是觉得也可以让那个不爱坐的概念在每个人的心里这样。我觉得是有存在的必要啦，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有不舒服的时候，不要想着说什么太情绪勒索的这个问题，就有点无限上纲。